徐总，现在确定了吗？这样怎么确定啊？确定不了。那这样，这样还行。那就说定了。好吧。谢谢。你闻没闻到一股醋味啊？家属的特权没旅行车，罚你陪我看个东西。前几天写的歌，本来想送给某个人的，但现在看，好像送不出去了。既然送不出去的话，就算了。好啊，那你就别送，反正某人听了也觉得一般般吧。徐总监，申请的事儿，请讲。过2天呢，乐队的周年庆，要带家属。我考虑一下吧，看看我有没有时间。考虑一下，哎，那你要怎么样做才能确定一下呢？看你表现。徐总，现在确定了吗？这样怎么确定啊？确定不了。那这样，这样还行。那就说定了。好吧。谢谢。